九月十六日，中东土豪沙特阿拉伯向华为公司订购了一千万美元的华为 Mate 60 Pro。这一消息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一次商业合作，更是一次技术与声誉的抉择。该协议被描述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手机订单之一。根据协议内容，沙特将购买大量华为手机，以满足其国内市场和公共部门的需求。 这份合作协议对于沙特和华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首先，华为在防止窃听方面拥有出色的信誉，多次的独立审查和安全性测试都未能发现华为产品存在后门或窃听功能，这使得国际友人可以放心使用华为的通信设备，而不必担心其隐私受到侵犯。相比之下，苹果曾被指控在一些情况下未能保护用户的隐私。 这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其次，华为的产品在性能和稳定性方面表现出色。华为 Mate 60 Pro 作为最新的通信设备，不仅具备高速数据传输能力，还拥有卓越的通信质量。这对于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对通信要求较高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苹果的产品也表现不错，但在性能和稳定性方面，华为有着更大的优势。 沙特阿拉伯的地理环境对通信提出了独特的挑战。这个国家地广人稀，且有大片沙漠地带，传统的通信基础设施可能难以覆盖。这就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通信解决方案。而华为的 Mate 60 Pro 正是这样的产品。华为的卫星通讯功能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瞩目。这一功能可以为偏远地区提供高质量的通信连接。 无论是在沙漠中，还是在人口稀少的山区，沙特阿拉伯的地理环境要求高效的通信，以支持国家的发展和创新。华为的卫星通讯功能正是为此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为沙特提供了更可靠的通信连接。事实上，早在二零一九年，沙特就选择华为帮自己发展五 G。在这场全球五 G 战争中，不仅仅是中美两强。 在争夺主导权，沙特阿拉伯也正迅速崛起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强者。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巨大潜力和影响力的全球玩家。在选择五 G 技术合作伙伴时，沙特选择了华为，这无疑是对华为技术实力和市场影响力的肯定和信任。这也标志着华为在全球五 G 技术领域的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其技术实力，得到了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沙特这一战略选择绝非仓促之举。沙特看好中国在 5G 技术领域的强劲实力和深厚背景，认为这将助力他们更加顺利和有效地推进网络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目标。他们相信这一合作将会为沙特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发展，推动其成为全球 5G 技术的一个重要力量。 沙特阿拉伯的选择背后透露着该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版图中展现出的独立和自主权。这一决定不仅是技术合作的表现，而是沙特国家领导层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他们倾向于寻找一个能够确保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拥有均衡和稳定位置的战略合作伙伴。通过沙特与中国华为的合作。 他们期待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飞跃和提升，这一合作更像是沙特在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一步棋，旨在找到一个更为稳定和均衡的位置，以维护和增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当然，沙特的选择肯定会让美国倍感意外和不安，这不仅挑战了美国在全球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更是对多年来两国构建的安全合作体系的一种挑战。美国担心沙特使用华为的五 G 设备，将可能改变两国之间多年来构建的安全和信息合作体系。沙特阿拉伯选择华为 Mate 六零，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相反，它标志着华为在国际市场上的再次崛起。不仅沙特阿拉伯，还有伊朗、伊拉克、埃及、叙利亚。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都对华为表示了关注，并寻求合作。这些国家看中了华为的技术优势和安全性，希望能够与华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华为的成功将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引入华为的先进技术，这些国家可以改善通信基础设施，促进数字化转型，加速经济增长。同时， 这也将为全球通信领域带来全新的格局，华为的国际影响力将不断扩大，有望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选择华为 Mate 60 Pro 不仅彰显了华为的强大与优势，还标志着华为在国际市场的崛起。华为凭借其出色的技术、卓越的安全性和适应地理环境的卫星通讯功能，赢得了沙特阿拉伯的信任和欢迎。 此次华为的成功将不仅局限于沙特阿拉伯，还将影响到众多国家，并为全球通信领域带来新的格局。在未来，华为有望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而苹果等竞争对手则需要重新审视其技术和隐私保护政策，以保持竞争力。在九月四日举办的华为云沙特峰会上，华为云利雅得节点正式开服。 利雅得节点将成为华为云服务中东、中亚和非洲的核心节点。从长远来看，华为云这次入驻沙特带来的威力不亚于芯片突破。怎么讲？沙特是一个能源、地缘双重大国。能源不用多说，地缘方面，沙特处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交汇处，又是红海和波斯湾两个重要航道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实际上，我们看全球地图，欧亚非几乎可以看作一整个大陆，而美国所在的北美洲就是一个超大海岛。如果欧亚非的所有国家能紧密合作站在一起，对美国极为不利。反之，美国不断的在欧洲、中东、东亚、非洲挑事，也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发生。只不过今年以来，沙特已明显转向，美国动用美元潮汐。 试图打压和控制油价，侵犯了沙特的根本利益。所以在我们的努力下，沙特历史性的同伊朗达成和解，加入金砖合作组织，用人民币结算石油，又和大毛联手，动不动就减产石油给美国上眼药，而且加速了亚洲大陆的紧密合作。现在华为云入驻沙特，相当于在物理意义上的商业合作之外。 又在数据层面把阿拉伯和中国，甚至非洲捆绑在了一起，这是从根本上撼动了美国的信息霸权。以往全球云计算市场领先的是亚马逊、谷歌、微软，而大家熟悉的西方社交软件如推特、IG 等的用户数据，全都保存在这些公司的云上。用户数据泄露的事故频发，亚马逊还曾因为泄露数据。 被欧盟巨额罚款。另外，我们官方曾不留情面地将美国云窃密的事讲了出来，就是因为除了美国之外，全球各国已苦美国盗取数据之苦久矣。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只是个人用户数据，还有很多企业、国家的关键数据现在都保存在云上。譬如特斯拉为什么要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 而很多关键重要的核心部门仍然严禁员工购买、驾驶特斯拉，就是因为怕数据外泄，威胁到国家安全。现在有了从芯片到服务器，从操作系统到开发者工具，全都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华为云，中国算是真正实现了信息安全。而这样的安全也是包括沙特在内的很多国家渴望的。此外，华为云在沙特以及全球铺开。 对中国智能新能源车出海也有很大正向作用。中国智能电动车在海外卖的越多，人家也有安全需求。这个时候，华为云在当地开设了节点，就能给予很好的数据安全保障，也能打消对方数据转移的顾虑。中国汽车出海处于国际商业秩序、中国准则、智能网联数据安全三大合规体系的交汇处，要想走得顺畅。 就得同华为这样国际业务经验丰富、自主技术实力强的企业积极配合，在提供好的产品体验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主导下打造出一个真正值得依赖的全球数据安全体系。假以时日，这个体系的作用不可估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